近日，刘亦菲现身上海某酒店，她走出酒店，在门口等车被人围观。只见刘亦菲穿着白色裙装，在大庭广众下喝咖啡，果然是神仙姐姐，连喝咖啡都能喝得这么优雅，侧脸更是美翻了。而单手撩发的刘亦菲，美丽里带着一丝丝邻家女孩的可爱，随后在一群黑衣保镖的护送下上车。今日，刘亦菲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电影《烽火芳菲》的发布会，感觉刘亦菲这身造型是近期见到的最好的了，身材曲线完美的体现了白色超适合她的气质，这个侧面照简直是仙道飞起，颜值高就是好，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儿即视感，也难怪有网友看到后说，也就刘亦菲能把这么简单的白色连衣裙穿得这么仙吧，福气。